小丽，加嘴。各位乡亲，大家老早，咱今天是听到秘书长安尼在甲咱勉励。大家有信心嘛？无？哦，安尼我足欢喜，足欢喜。大家来，有诶拢看网络来诶呢。啊，所以讲，今咱是必须得安尼甲咱讲，安尼啊，咱希望大家做到两点。第一点，就是回去你的亲戚朋友拢甲招招来上课。事情的目标，若是大家遮的热心，可能两三个月后就会达到。第二点是要拜托大家，甲讲你是毋是本土台湾人？若是本土台湾人，拢叫伊来申请台湾政府身份证。咱啊达到50,000个，咱后摆啊要出门，就是摕咱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出去，安尼好唔好啊？好。啊，才拜托大家啊，感谢哈。我今日日啊，要甲大家来探讨这个会计制度。我看我要来介绍会计制度进程，因为咱的这回来参加的同心，我想我要了解讲，有读过商学院有有关会计这个部分，也是你本身在做这个会计这个部分，我看要了解咱的大家的情形，我才讲安怎来介绍，让大家较轻松，吼，因为这个会计这个物件，大家讲这拢是真正是硬邦邦的啦，吼，所以我要了解一下讲若是有会计这个领域，吼。甲有咧做这方面，请举手一下，好无？好，多谢，感谢吼。因为我无几个啦吼，所以咱拢用较简单，互大家较轻松咧。吼，卖讲真正伫商行业来讲，我举一个。咱台湾大学朱国章教授，吼、哦，朱国章，那阮这年代的啦，咧，伊是开成本会计，朱国章这个教授啊，伊安怎呢？一班内底啊，你若去修伊的成本会计啊，拢。留三分之一落啦，伊是用尾啊算三分之一全留落，无论你考几分啦，考愈济分，你若考六十几分，伊也甲你迄个做啊，甲你扣落，这就是讲，因为迄阵仔读会计咱讲
一般啊，迄、那个普通会计，吼、哦，啊加啊中等会计、高等会计，啊过来就是成本会计，啊就是审计学。啊，你读完来考会计师，吼、哦、啊，迄阵啊成本会计，咱现在个演变加讲有这个管理会计，啊实际上。啊，管理会计是成本会计的后半部啦。啊，因为即马大家拢较啊，因为较进步，啊电脑较发达，所以拢管理会计上啊，拢有掺一寡迄个数学遐一寡的数字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大家就感觉讲哦，会计啊足歹读的。啊，实际上啊，会计应该是足简单啦、啊。吼、哦，你就是讲爱有心。吼、哦，我伫啊研究所，我咧开这个管理会计。但我咧想，伊啊就是有这个叫做成功。在职的在职专班的做啊啊研究所啊 ，EMBA 哈、哦，啊个 MBA 哈、哦，我拢有开课啦。啊，两款，一个是社会人士来上课的，啊，一个是啊大学毕业过来考来研究所啊来读的，啊两个都无同款。当然，啊。社会人士来，到即嘛，几十年来几乎拢乌趴啦。啊，乌趴大家知影嘛吼，大家拢有七十分以上啦。啊，但是我有诶足，我甲拍七十八分，讲诶、欸、啊老师啊，你来甲拍七十八分，吼、哦，好安尼啦，伊讲。一个做真大个，要做航空公司个一个啊地区个经理啊，啊咧做班长啦。啊，伊感觉我甲拍个分数，伊较无啊。当然，因为即款分数，就是讲看有个老师啦，有个老师咧敢拍人个分数拢。八九十点吼，九十点吼，啊，八十五点、九十点，啊，我的因为你都大家也可能了解吼，读会计人吼，拢会较谨慎啦。分数袂使，虽然讲唔是我大啦，啊，互你的物件，啊，我迄是我的啊怎啊评定讲，哎、欸，你大概有啥物程度啦？所以啊那。迄、那个叫做啊，学生囡仔啊，为大学来有无通过，过来修一摆，因为伊要少年嘛，伊唔是啊社会人士嘛，伊爱国认真，所以讲我曾经有甲迄个来读啊，迄、那个。一般大学过来的读研究所的，我有甲断掉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啊，和我大家啊，大概啊，吼啊，了解讲啊，这个物件吼啊，当然，咱大家啊，拢伫各单位啊、各方面啊，拢有家己的专长，啊，咱这甲简单啊讲者，恁应该会了解。啊，所以讲，我会大家拢放较轻松吼，啊，和大家有啥物有较有这个迄、那个收获的吼，啊来啊有一个收获讲，啊我来民政府啊上课，我若有经增加了解讲，啥物叫做会计制度，哦，安尼我看大家我都够本啊。吼、哦！啊，咱遮大家拢开钱来的呢，甲其他的事务单位无同款呢。啊，我昨分组训练的时候，我也有甲大家
报告吼，讲，那是去读国民实践研究院吼，免钱嘞，咱家都爱钱嘞，无同款，因为感谢大家来支持这个民政府，大家共同拍拼，安尼好不好？哦，感谢感谢，好。咱现在来开始吼，要来咱的今日是要甲大家探讨的，就是讲唔知啊，可能这无有叮当吼。无，咱第二页哈，啊，第二页哈，咱下一，好，好，咱今日要甲大家探讨的吼，大家放较轻松吼，要甲大家探讨它有即几点啦，咱这拢是概念性的。好、哦，咱第一点啊，要甲咱今日是要讨有七点，吼、哦，有要七点。第一点要讲会计制度是啥物，吼、哦，咱这就是第一点。第二点要来讲政府的会计制度，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甲会计政策。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，咱做一个一个有关违背会计制度的情形，来做一个实在发生的例来做一个探讨，咱今仔日咱这个科目，他有要甲大家介绍者吼。咱即卖要来讲会计制度，会计制度啦，咱用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甲相关的法令要求下吼、哦，来制定一个政府也好，企业也好，各种机关，吼、哦，那按这个机关啊，就都足济个啊。吼、哦，咱迄个慈善机构也是算，吼、哦，甲这是非营业组织的种算吼、哦，有关内部的会计的迄、那个这个循环吼的作业，这个作业就是记账嘛，吼、哦、做效果嘛，吼、哦、过来会计政策咱这个什么叫做会计政策？咱后来咱过会解说吼。甲这个有关的方法的选择，吼、哦、这就是拢，因为这个方法啦会足济种，咱是要选倒一种，这些拢有这个无确定情形，拢是这个估计的方来做处理，这个。咱可能咱安尼看，有诶，咱也无讲真了解。咱来讲一个讲，这个方法，那甲咱简单讲吼，准会。咱开公司啊，买物件入来，物件拢会直直买入来，吼、哦，咱买物件哦，拢会直直买入来，拢一批一批直直买入来，咱成本要哪算？即嘛，这计算方法就足济哩。哦，若有读过，咱用咱以前讲先进先出发来算成本，吼、哦，先进先出发，吼、哦、来算这个成本。有诶讲，我要用啥平均方法，一个月进十批。伊进入的成本加起来，加做一个平均，就一个月的成本。有诶讲唔是哦，
讲叫做后进先出发，后进先出发。好、哦，这方法吼、哦，哦，啊，甲有诶讲，我这我要用讲移动啊平均法，移动吼、哦、平均法，移动加成平均法，吼、哦，有足侪方法诶吼、哦。所以了解这啦，啊，佫虾米叫做无确定诶情形诶估计？国讲一个例，咱买机械吧，咱今开工厂，进这个要做机械设备哩吧，咱来买这个机械，一定早期咱评估讲，咱进这个机械去吧，咱生产落，哦，可能生产速度提悬。啊，咱这个啊，速度提悬了后啊，生产速度提悬了后啊，咱的成本会降低。过两三年啊，讲咱这个机械啊，咱会今会使赚十年啦。但是过两三年了后，讲别个厂啊，搁去买一台搁较先进的。哦，咱这台机械呐，今讲生产一万件，别个人买入来机械讲会使生产五万件，我咱成本就比较什么，较悬啊！安尼咱就爱安怎，过来换机器啊嘛，唔只有甲人拼嘛。啊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咱迄阵啊讲，咱买这台机械。咱就用咧好好啊，用咧十年啊，十年就阁换来换去呢。哪会知影讲两三年后新的机械阁出来，咱无买车卖啥哩啊？啊，所以讲，迄阵啊的估计的方法讲哦，按照迄个要做一年来摊。咱迄阵啊，咱啊，所以讲咱要买机械，就是讲，有当时爱阁考虑啥，叫做加速折旧啦，加速。啊，加速折旧，吼、哦，加速折旧，吼、哦，类似安尼吼，所以这拢爱咱要定这个会计制度啊，拢都爱考虑到这个问题。啊，咱个用法律的规定来看，咱有一个啊。会计法，吼、哦，咱流氓做政府啊，通常这个会计制度拢还是世界一大抄啦。所谓世界一大抄，先吼，迄、哦那个较先进的国家应用什么？咱认这袂歹，吼、哦、啊，咱甲摕来用，吼、哦、啊，就甲定啊，立立个定起一个法，吼、哦、啊，咱遮咱的会计法内底啦，又讲到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会计制度啦，爱包含有这个项目，唔是干那包含这个项目俩，这就是讲，伊是讲最少爱包含这个项目啦。实际上啊，咱头拄啊讲的，吼、哦，拢迄、那个拢爱有包含。啊，咱即卖爱有啥物啊？有啥物？都会计啊报告啊，会计报告，咱就知影讲，有诶，即卖大家对会计观念啊，拢较啊有进步啊啊。那企业啊，有诶公司诶董事啊，董事会咧开会。会计部门都爱把一年来还是几个月来的资产负债表啊，加损益表，吼、哦，啊，加做啊各种诶财务报表，哦，财务状况表，拢爱提出来和啊董事会来参考。啊，这就是讲。啊，会计报告内底
就是讲这个表，吼、哦、啊，这迄个讲的，就是搁较迄个，咱啊了解者就好。拢啊，会计科目，会计科目就是讲，因为无同的公司的性质啊，所以所定出来科目啊也无一定同款，吼、哦，所以有家己的性质啊，定出来科目无一定相同啊。啊，但是伊迄个原理啊，会计原理拢同款啦，吼。啊，这个校簿，吼、哦，校簿咱就会了解嘛，吼、哦。咱爱有这个校簿。啊，校簿咱拢有日记簿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加这个要做啊分的账啦，吼、哦。这拢属于校簿。啊，加会计啊叫做凭证。啊，咱一般啦，大家去买物件，拢爱掏啥？发票。发票就是啥？好、哦，吼、哦，咱来讲原始凭证。啊，是安怎？咱去买物件。迄、那个买物件的小姐拢讲，要甲咱讨啥？统一编号对无？哦，拢会讲统一编号。啊，是安怎？要有统一编号？大家想看卖。哦，啊，若无统一编号咧？哦，咱即马来分吼。公司是一个法人，咱个人要用的，就一般的发票，吼、哦，啊免公司的编号，啊是安怎那会定咧伫遮？伫外国啊，有诶啊，也无这个规定啦，你去买啥买，你有迄个发票就会使来记下。啊，咱遮吼，这个统一发票吼实施吼较严格，所以迄、那个我所知吼，迄、那个严家干，恁大家了解伊嘛吼？伊来推行统一发票。我拄啊有一个时阵去中南美吼，一个国家伊遐内底咧做刷卡，伊讲因迄个国家若是去统一发票啊，伊就爱去搬位啊啦，伊爱去搬所在啊，伊就是统一发票，伊会使甲你所买甲啊。甲你个所介绍，落去拢进入咱国税单位个迄个叫做财，迄个叫做资讯库内底，伊会使查出足济问题出来。你这张发票是毋是真正个？这个公司是毋是确实个公司？有的要走税，去甲有的专门要早期吼、哦，有足济叫做讲申请公司啊，半年一年就关啊，啊，就搁另外搁新的直换啊，伊才来卖发票啊，迄甲即嘛啊，较无啊，但是那是爱注意哦，咱公司那咧进货去提到给公司的。诶，做因迄个做算讲咧卖发票，迄个统一发票啊，入去你诶做公司诶做啊费用开销内底啊，你阿爸会足严重咧。哦，这就是讲啊，拢会有官司啦，吼、哦，会甲你叫去问啦，啊，甲你迄落，即话吼真严重诶代志吼。啊，即咱会了解讲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。
迄会计凭证吼，即、這个是我足重要。讲你即个公司啊，真个物件啊，甲啊，你个来源是毋是符合？有当时啊吼，若发生啥物代志啊，有个拢为即个所在开始查，吼、哦，为即个所在去了解，吼、哦，啊来去查，啊拢咱啊。卖出去，咱爱开统一发票，那爱记下记拍这个号码啊。所以讲要查足简单嘞，吼、哦、啊去啊入去电脑内底就知影讲啊，这个是不是实在公司吼、哦？啊，过来会计事务处理的啊，程啊这个程序吼、哦，这个顺序啊，甲内部啊企业的顺序，这拢。制度啊，拢是叫做定这个会计制度啦。咱会计制度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头前所讲的遐，啊，过来讲，政府会计制度，哦，企业有企业的性质，啊，伊家己来定出一个制度出来，啊，政府那是啊。服务人民啊，依照伊个税收，吼、哦，伊啊，啊，甲伊要执行遮个代志，啊，即、這个就是讲，咱即、這个定即个会计制度啦，是要来啊协助吼，啊，即、啊這个政府即个预算管理个啊一个工具啦，吼、哦，咱即个制度，即、這个政府个会计制度就是。咱要来用这个预算，啊，这个预算啊，啊，各级啊，这是政府啊，有分中央啊、地方，吼、哦，啊，加有的是营业的，有的是非营业的，吼、哦，国营的事业啊，有这個，吼、哦，啊，加有这个设立基金会，哦，政策方面啊的方式，啊。咱这就是讲，要为了咱这个政府要来推展这个行政这个政务啊，来推行这个政务啊，来控制资源哦，啊，依照这个啊法令规章的规定啊，来设计一套会计记录啊，这个啊报告的方式啊的准则，好、哦，咱这个啊。咱这个准则啊，有诶叫做审计准则啦，审计准则啊。咱爱搁遵，咱啊政府机关内底爱搁根据这个审计这个准则啊啊来查核啦，来查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咱搁讲，通常啦，这个预算制度啦，要达到。控制政府机关各项的税入甲税出的目的，啊，来符合这个啊规章啊。咱一般来讲，税入甲税出要平衡啦，袂使有咱话。税出来较济，税入咪较少，安尼政府就老有负债。啊，即个负债安怎？啊，那是爱还啊。所以有个人讲，咱政府现在啊，拢直直咧税入较少，税出较济，乌白开啊，乌白编啊，到尾啊，当年就爱去借钱啊，到尾安怎？子孙啊，拢爱去负这个诶职务。咱讲即马出生出来诶囡仔爱负责偌济？哦，这大家拢真清楚。啊，这拢是啥物？拢为用这个会计啊，这个政府会计内底啊看出来。好、哦，即马国出生爱负责八十几万。啊，所以讲有诶，
家生囝就是我有这个原因啦，啊，甲教育的问题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会了解讲会计是毋是足重要，咱就了解这个情形，咱会了解这个情形讲，哎，会计啦处理了足好的税入税啊税入甲税出，咱若来节省，哎，当年拢有，剩的拢有啊。多余的钱，啊，政府直直累积，咱下摆要推广什么代志都足方便。即马唔是，咱政府拢安怎？直直开啦。那个咱一个同心底下讲爱追加预算，哦，那讲到追加预算吼、哦，实在，咱政啊，即马讲要办一个工程。我所知啊，讲台中市啊，要设一个指标啊，原早编的预算讲无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阁要编，要加几倍以上的预算，啊，所以讲咱即摆讲哦，咱啊工业工程委员会有一个管制，讲你要招标就爱哦。要有这个规定，啊，即马招标了，啊，办办的讲，我无计起价啦，要过来追加预算，这就是咱流氓政府啦，官商勾结的所在啦。哦，应该咱阿伯啊，咱啊摕到证券，咱这个工程要做，恁财团，恁企业。恁就爱家己去算，家己事先材料，我若这个工程做五年，你就爱去评估这五年以后物件的起价啊的情形，你也先算算落，啊是你要标，你先把材料买买咧。啊，即卖有诶拢毋是啊，啊，甲你标标咧，到时做甲一半，讲哇，即卖起价啊，我无法度好起啊，啊无咱过来。啊，三啊三十一，啊，即来对家医生，啊，对家医生，各一个都只浑水摸鱼啊，啊，所以讲，真济，迄个叫做啊，咱税出，拢真浪费。那有人讲啊，即我看应该我。有这个根基啦，讲咱政府啦，100块的预算，讲实在做啊，可能无做到50块啦，100块可能无做到50块啦，啊，其他的拢是安怎，啊，分去，所以吼，啊，咱爱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讲咱民政府。接见咱阿伯，咱的同心，那有咧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啊，咱爱记得一个原则：对家医生歹势，无迄个对家医生的。你要标要做这个工程，你家己都爱有这个了解，爱来如何来避这个危险。你爱家去考虑，啊，搁安尼，咱的观念爱搁一个，一箍看法度当作两箍用无，会啊换价，我举简单例吼，一个家庭有诶收入讲50000块，50000用过了足好咧啊。伊安怎？伊安话计讲，哎、欸，咱即马是寒天，咱要买的菜，拢买寒天的菜来食就好啊。而你袂安话计讲，寒天买菜去买啥？买热天的菜啦。伊就爱买迄进口来的。的菜、的水果来吃啦，
迄个差异毋着。咱若人要保养即个叫做维他命 C 啊，是要保养即个咱是需要青菜啊。你着迄个夏天吼，热天买热的物件，啊，寒天啊买寒天的物件来食。啊，这介绍着足俗的。吼，啊，这着甲大家。啊，有诶是安那，啊，要对人流行啦，啊，一卡卡板啊，讲，几啊万块啦，啊，迄是啥？迄是干大两字啊字伫遐，啊，有诶，会讲啊，甲要一翘诶啦，啊，所以讲，伊钱5万块无够用啊，所以啊，有诶人讲5万块，伊用甲要剩诶，伊要咧兑回啊咧，啊，伊讲啊，要有啊咧。伫银行啊，咧欠钱咧，所以讲，这足重要，足重要啊！所以讲，大家爱有这个观念，讲咱后摆啊，那拄啊，你来做执政的时，你一定爱想讲，你所开的钱是人民的啊血汗钱，你的钱要安怎用，无要紧。你若要开公家的钱啊，你就爱去思考啊。要用甲讲吼，钱哦花在刀口上哦，钱留哦用的刀哦刀口上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观念一定爱有。安尼，咱爱做甲互人民感受。啊，这个一定要家己有这个啊决心，讲我来这受训，我有一天要甲台湾人民啊拍拼啊来贡献，受咱后摆的子孙过了较好，吼、哦，这一定安尼。啊，大家爱有这个迄类啊，我看咱的啊团队啊，一定要安尼做，吼、哦，一定要安尼做。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外来啊，政权，因为早期我20多岁啊，逐天也咧讲反攻、反攻、反攻大陆去，啊，到即嘛毋知也未去啦，啊，讲但是即嘛讲变成两相好啦，两相好吼、哦，真正足悲哀的，真的真的，让我头脑混乱吼。哦好难混乱，因为去到遐安尼遐亲啊，我咱本土台湾人讲去互骗到戆煞煞，真正是。咱即马过来介绍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哦，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。啊，咱。会了解吼，啊，会计原则甲啊是包括啊会计事务啊甲应用的方法，啊甲会计原则是根据这个会计理论啊来演变出来吼，有关啊实用价值的基本原理方法形定出，啊，这些拢是受到啊。广泛吼，啊，会迄接受安尼啦吼。啊，咱一般来讲，就是，这就是企业国体。哦，啊，这安那讲叫做企业国体，就是讲，咱头拄啊讲，迄、那个收，咱咧收钱的，咱去买物件，伊讲，爱统一编号无？要甲咱拍统一编号落。啊，讲唔是，这我私人用的免。啊，即马私人用的吼，咱联邦政府有一个好处，讲你来对账，所以讲发行这个统一发票啊，吼、哦，应该会，那要照讲会使去在世界上应该去得奖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有抽奖的吼、哦，啊，你若拍迄个公司的内，袂使对账，得奖那是。无效吼，
啊，所以这是我足聪明的吼，去啊，这就是安怎？咱爱有这个观念吼，即卖我甲大家报告这个代志吼。后摆会计制度，咱啊民政府设立了后啊，你即卖惊讲有机会来做部长，你公司出的车，你今仔日拄啊要去访问什么人？啊，你开车出去，公家甲你付钱。啊，若是讲恁规间啊、规家啊，拜六礼拜要去度假啦，拜托的恁都爱开家己的车。阿伯啊，应该爱有这个观念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，那是讲企业国体的价值。这就是讲，你现在礼拜休困的时间，你唔是代表这个单位出去办事，你都爱私人开家己的车。在外国在查销的时候，我有安尼，你董事长。董事长有董事长的坐车，你私人要车无？你私人也无车，伊讲安尼，董事长的车袂使装算董事长的，袂使算公司的这个数，爱一半算一半。你私人你无车嘛？啊，你若一定咧用公司的车嘛？所以你私人的部分，那加七天，你两天休困，那么就是讲七分之二的成本啊，爱算私人的，袂使算公司的，有这个观念啦。这大家要甲大家讲一个观念，你后摆才会知影讲，咱这个做流氓政府做大官，遐好康啊，所有的。拢开啥？人民的钱啦，拢公家的钱啦。啊，莫怪大家遐爱选去要做大官，就是安尼啊。我赚的摕落地下底，开的拢是开公家的。咱阿伯啊，就按我去思考安尼，吼，咱的财务应该予大家真好。但是你一定要公开公私分明，这是公私要公私来付，私私要家己来付。好，这点啊，那流氓政府我看足歹做嘞。因为可能大家我拢无来上这个课啦，吼，那来上这个课，讲第一点就这个企业的国体的价值啊，应该。重点就是讲伫遮啦，吼、哦，大家有诶有开公司，你去思考看卖，你转诶，你安怎去甲你诶公司诶销，私人开诶甲公司甲分诶清楚，阿拜你诶员工会足拍拼咧，伊安怎想？伊讲。阮头家啊，真正讲，干那公司要用的啊，公司来开销，啊，伊家己私人的用的车，拢用伊家己啊，无咧报销。这间公司就是趁钱啦。趁钱，因遮的工作人员讲，阮拢有奖金嘛，直直领奖金啦。大家愈领奖金，是毋是大家愈打拼？咱想看卖，是毋是这个方式对公司阁有帮助？人一定讲哦，阮头家足赞的，趁钱拢分互阮，家己私人去开的，阁用家己私人的钱。你要来领到一间公司？大家一定打破嘛，
大家一定赞成啊。啊，那赚的钱和员工，是不是员工？我就怕病。这就是，这叫做循环啦，吼、哦，循环啦。所以这点，这点，大家爱了解吼、哦。过来，咱的企业的经营拢是啥？勇气经营嘛。哦，我头拄啊讲，迄卖发票，迄是开公司开头都半年就够。就搁关起来，有诶搁开半年，就搁关起来，会真济。啊，安尼迄度毋是勇气经营，实际上开公司啦。我有一站出咧伫国外，国外我伫侨界吼，我算讲伫遐，我互当地诶侨民吼，诶爱。爱好吼，推选我做，我是做工会的主席啦，吼、哦，也是自，我是自由神中华工会吼的主席吼、哦。我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人拢会来问我讲，我若来遮，我要做啥物？因为咱出去外国做。企业做生意，有的咱伫侨界有当时啊，那有的先搬去遐，要了解，拢会甲工会去接洽。咱所知啊，咱就甲大家讲，有的来会问我这个问题，讲我若搬来遮，移民来遮，我要做啥物？我拢甲问讲。你伫台湾咧做啥物？你若伫台湾咧做这项物件，你搁转移出来伫国外咧做这项物件，我讲你一定会成功，因为安怎？台湾我真竞争伫咧，吼、哦！你若搬去国外，我感觉国外的生意无较歹做呢，因为。台湾有当时啊，会甲你叫拢闹跑呢，钱收无呢。我有诶国外做生意啊，拢爱啥？有诶现金，有诶，咱伊要来甲咱写国外诶制度啊，无共款，伊拢有迄、那个叫做咱若要叫写是去走市场啊。伊拢会去探听讲，伊迄个有信用的迄个平等哦，一个簿啊吼，迄小片的公司的名小查咧，迄簿啊小片的吼，这个三颗星、四颗星、五颗星，哦啊，这个五颗星啊，无要紧，会使放下。哪会使安尼呢？我叫保险公司来甲咱报呢。咱一两趴啊，互保险公司，即若钱走去，保险公司会来甲咱赔呢。安尼，伫外国咧做生意，我感觉无困难啊。吼、哦，你若做啥？你伫外国，你若像台湾遐认真，一定会趁钱的。吼、哦，咱的系统吼、哦，咱。拢有啥？本土台湾人的血统啊，拢有迄个平埔族的啦，什么族的啦，有诶荷兰的来的啦，什么也拢有混血过吼，所以讲咱的智慧吼，拢比人较悬。这话伫世界发明奖内底吼，依照人口比例吼。我看咱摕金牌呢，吼、哦！这就是讲，予大家予了解讲这个，这货币单位的衡量的价值吼，因为消息记录，咱拢以啥物？咱以讲以新台票嘛，吼、哦！这货币吼，拢以啥物货币来做一个
比例来讲吼，啊甲这个吼，会变无变吼？一月初一，甲十二月三十一日，伫经济学家咧讲，会这个会变啊，拢是这个购买价值啦，购买价值。咱举一个例来讲，咱较早买一杯咖啡，啊，讲四十块，即马去买一杯咖啡，讲四十五块，安尼就是安怎？咱爱阁付较侪钱去买，啊，因为咱的绩效啊，绩效落去啊，这个货币啊，若今一月初一讲记十块。甲十二月三十一日也是十块啦，哦，咱绩效的原则吼，这个原则吼无变。啊，会计期间啊，咱是一月初一甲十二月三十一日，这都是一个会计期间。啊，日本的会计期间啊是四月初一甲第二年的三月三十一。哦，这就是讲，咱安怎，咱大家可能咱爱了解咱换的身份。伫一九四五年四月初一，是啥物大代志？大家思考一下，和大家了解一下。大家了解一下。四月初一，一九四五年四月初一，因日本拄啊会计年度吼会计期间开始，是啥物大代志？对，吼、哦，咱个同心吼，我足认真吼去看咱个网站，这个时间咱爱记哩。迄、那个时间啊，就是日本天皇宣布诏书，甲台湾并入日本领土。迄天开始，那伫台湾的人民拢是日本人，爱去出兵，爱去会使去参政，所以。台湾甲中国田无沟，水无流，足清楚，足清楚，甲因一点仔关系无拢无啦。所以，咱今仔日就是天佑台湾，大家祝福去咧。安怎？未去哦？三五流的政府来管，是安怎？咱甲伊无关系。那个希拉维伫南海化工，依照迄个世界咱用国际法来解决争端。啊，那国际法解决争端，咱现在台湾甲南海遐拢是日本天皇的手内，他有这个。所有权证啦，所有权证伫带，伫通天皇诶嘛，所以莫怪足奇怪，足奇怪。美国法院判了后讲，成立咱这个单位讲，政府送迄两张相啦，后壁挂伫壁伫遐有看到无？迄两张相伫咧介绍啥物？第一张是啥物？奥巴马手宣誓，有看到有看到无？迄讲啥？讲恁台湾就是阮占领的。佮第二张上迄张，迄那是美国占领，讲啥？迄张啥物？二重桥啦，讲
你台湾的土啊，所有权证伫住伫迄内底的人啦，啊，毋是足明显，迄一寡独老的前辈，啊，甲一寡遐个啊，讲爱台湾心的人，讲恁这个单位，美国有啥物公文给恁无？啊，迄两张着证据啊，使讲啥物？咱迄张、迄两张，敢会使去？迄阿通桥可能会使去买。啊，迄张奥巴马签署，敢会使去买一张？所以，足欢迎大家同心，有这有这个观念来参加这个集会，这是正确的。大家好起啦！啊，咱个讲倒转来吼，啊，重要性甲这个稳定性啊，这就是讲伫恁企业内底占的部分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占的部分吼、哦、是啥物位置？啊，甲这个做啊。稳健就是吼，稳健性就是啥？就是讲有个人，迄个收入拢较低估啦，啊，支出有人是爱高估啦，吼啊，这恁个啊做规划的时就爱，若要稳健性就是安尼，这个足重要，足重要。成本甲效益的考量的原则。啊，照讲啦，成本会计、管理会计啊，拢咧讲这啦。一般咧讲管理会计啊，拢咧讲这项尔。哦，啊，我常常咧上课是讲，咱要爱一科，要做两科用。哦，大家去思考这个物件。现在咱的政府拢是啊，一科可能做四角，做啊。四科啊，做啊一科做四角吼，咧、哦、用是有迄个做三角咧用啊，所以讲，吼、哦，来啊，这道行业的，这是要讲啥？有个人咧做啥？有个人咧做南部甲北部的，南要卖冰的，讲啊来南部啦，伊讲一年做几个月？有的讲我十二个月啊，即卖有的南部要咧，会使去收水咧哈。啊，北部咱就知影吼，卡啊，这就是讲依照这个行业有无同款。有的那是安尼，咱讲啊，咱遮啊，寒天就来做啊烤炉，啊是这个要做啊啊，这个啊热风器。啊，那是啊，热天就来做冷气，做啊电风扇，啊，这就是行业的迄个差别的特性啊，来换考虑。啊，个即卖要讲现金收付甲啊，这个款式的基础啊，现金收付，咱来了解讲，上简单一个例，医生馆有欠销的无？无嘛吼。一般拢哦，你来挂号费啊，咁啊看了提药啊，啊讲啊这哦讲800块，咱付咧，咱就走。讲爱使欠账的，吼、哦，伊讲无啦吼，无欠账啊，所以这叫做啥？现金嘛。啊，伊去叫药啊来，即卖药啊人送来，伊讲啊我这。这个柜台，伊讲偌济啊，讲啊3000块，爱着3000块加付付的，啊药啊摕咧，爱着转去啊，这叫做现金收付。伊这个制度叫做甲现金有关系，才计数啦。简单安尼讲，啊，咱即马咱的政府啊，早期是安尼哦，伊用这个制度哦，即马这个制度伫咱政府机关慢慢啊，我袂使采用你啊啦。咱拢甲私人公司共款，爱啥用啥物，
关节发生基础。咱伫这个期间，咱一月初一到十二月啊三十，以及这个期间的收入，爱算这个期间的收入，这个期间的支出爱算这个期间的支出，但是咱有付，咱即马今仔讲租一间厝，迄个厝主讲你一届交五年，咱钱要搬入前五年拢甲付了，这小安怎做？爱分五年哦，袂使今年讲搬入，我今年要一定了钱的嘛。实际上今年若趁钱呢，你这五年，你爱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了后，你才算一年去尔嘛。吼、哦，一年爱再分五年来付这个租金才对。所以讲，你一届付出去，你袂使做今年的费用，今年干那做一年尔，其他搁改第二年，才过来谈一年，安尼才正确的。哦、所以讲，这就是叫做环节啊。搁举一个例，咱啊，今啊有车咧租人啦，咱开租车的公司。咱车要租，甲咱公司来甲咱租车，伊讲租车几年？伊讲租人三年。三年，伊讲爱装付，咱即卖收入哎，是毋是？这个收入是毋是今年的？袂使算三年的收入，拢算今年哦。咱也只爱算安怎？一年尔，咱收才收一年尔。迄两年爱搁甲第二年才搁收一年，第三年也才收一年，这叫做啥？权有权利甲责任发生的基础啦，伫迄个年间发生爱算迄个年间的收入甲支出。哦，这个观念一定爱有吼。咱现在政府的单位，那是爱用这个基础来。好，咱过来政策的问题，会计政策咱讲较简单诶，咱政府机关咧推行新诶政策，拄啊足好诶政策，但是无钱要安怎？会使设立基金啦。这个基金啊，咱就是咱用这个会计政策来处理。足简单诶例就是讲。咱的过路费，咱西堤大桥第一条伫台湾过桥爱收钱的是啥？西堤大桥，咱毋知会记无？西堤大桥早期啊，老毛政府来，伊就算讲七年就要转去啊！哪有咧甲你建设？到尾来讲，佫留落来，无建设煞袂使，拢无钱要安怎？拢买武器啊！要安怎？讲沙特阿拉伯甲咱相当吼，来甲借钱，这就是会计政策，钱先甲借来，叫甲铺落，一台收十块，一台收十块。收到几年就甲行，收到转来应该就袂使收钱啊。即马毋是啊，即马讲哦，哪有遐好康啊？过一台吼，即马高速公路，我看收到憋起来哦。安尼直直收，所以讲，咱这个马政府伫台南。去宣布讲
一个收费站要撤销，到尾来讲，迄唔是哦，迄我签名是签名，但是迄唔是哦，迄是这个、迄、那个、这个当地的立法委员的选举者提出来。我讲也安尼啦，所以我咧讲这個，大家唔知了解未？啊，白河新区伊有去啊，要爱票的是讲选到要免收费，伊迄是一个。台南即马阁就是台南大市区内底中间，甲你限制。我若台南东边啊北边要去南边，都爱付钱的，是安尼呢。所以讲，迄拢是啊，大家，迄足好康的，伫遐咧收钱，迄哪会使无收的？即马就咧剥削咱大家人民啊，财团。伊要去甲收钱，伊面色歹落来讲，啊，卖收，啊，你甲迄个做啥？啊，现金还是我那底下开，你甲较摕较济，啊，其他我来算只小老百姓吼，啊，即马汽油啦，啥物油啊，做一个要甲起价，要甲你大家来剥削者，啊，收的大家较散车，啊，只甲中国迄边差不多，啊，要统一较方便吼。大家都爱打拼吼，爱斗三工四千个吼，大家爱记在心内吼。啊，过来，这也足重要的。即马要甲大家讲，会计制度定落了后啊，内部控制啦，一定爱有内部有人控制，啊，无定落无啥物路用啊。所以讲，咱啊，内部控制啦，吼、哦，拢是这个财务吼、哦、应用上迄、那个这个主力，啊，甲这个过程，啊，甲这个做契合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实施，啊，这個、啊，对这个会计政策的落实，啊，这个效率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讲内部的控制，啊，会计制度是定的一个理想啦。啊，控制是一个监督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一般来讲，会发生这个舞弊，拢是叫做财务报表的舞弊。这吼、哦，啊，直接要甲大家讲，有诶讲，我请一个 A 会计师，甲请一个 B 会计师来甲啊查销。到尾的两个结果所赚的钱拢无共款，是安怎？啊，这就是安怎？这就是因对财务报表啊，有诶讲我这个做费用，有诶讲这毋是哦，这是算收入啊，你来做费用，诶，观念上的问题，啊，伊的看法的问题，所以讲真济代志啊。干那看小铺啊，有当时啊未准啊。伫美国很出名啊，安龙事件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会计上诶财务报表舞弊嘛。啊，过来就啥物舞弊，佮有这个侵占吼，甲、哦、这个做啥现金诶挪用吼，啊，甲这个做。財產啊，侵佔這個資產，這就是那個內部控制做了不好，一定會發生這個啦。所以說有的要有制度，這個單位會計部門的主管都是三五年有的要調動、哦、啊，跟承辦这个保管现金的，吼、哦，爱半年可能都爱有一个盘点，吼、哦，这种是爱做的代志，吼、哦，这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啊，要讲633的事件，啊，633的事件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咱。
咱劳动政府啊，好足惊嘞，足惊这个事情啊，迄、那个去予咱台湾百姓拢知啊。啊，但是伊那是无法度，伊即马讲啊，拢是犯罪协商啦，吼、哦，卖去公证啦，吼、哦，公证会吼、哦，听证会，因为听证会内底都爱问啊。问讲台湾是毋是国家？啊，就讲美国讲毋是啊。司法院因司法院就甲咱答复，咱去告美国政府啊。伊讲台湾那是国家，是世界台湾的政府是世界无承认的嘛。啊，毋则这上惊咱才知影，毋则讲啊，这个。啊，有这个问题吼，啊，所以咱会了解，这个啥？伊这就是犯法嘛，啊，犯法，伊这个甲咱迄个钱个有关啊，迄伊这拢无遵守这个会计制度嘛。你甲人签偌济钱，爱付偌济钱予人，啊，这个钱是啥物人付的？啊，经过着啥物人？啊，是毋是处长讲啊？甲政府领钱领出来，啊，摕到家己的包包内底，吼、哦，啊，1240块领出来，啊，即马付的时，伊才阁摕400块予人，啊，这就是啥？贪污嘞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这会计制度有做出来无？无做出来嘛，付款嘞，应该。毋是处长咧付啊，一定有会计人员咧负责对啊。伊也未使去望到钱啊。那会讲一个主管啊收钱啊去付这啊，这拢是无合理的吼。啊，这大家应该还有这个清楚啦吼。你看这个遐大，你知影边啊拢有啊，这讲甲压去啦吼啊。这就是咱为严重啊违反这个法令，吼、哦、啊大家来看卖，这和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大闹开，闹开讲，吼、哦，迄阵啊讲甲足好听嘞，咱有外交豁免权。讲啊，恁都毋是一个国家，什么外交豁免权？所以那这遐歹看，伊这毋敢听证，一听证吼，即马那是协商啊，协商即马可要来处理啊，可能我甲牛排的问题啊，加减我有伫遐咧negotiation啊。啊，大家看吼，这大家看，这报纸呐安尼讲，吼、哦，伊都毋是因遐个报纸吼，啊，甲检察官拢安尼讲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这是啥？这是咱所了解的嘛，吼、哦，这个2009年4月7日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。啊，人民甲即嘛要生活伫这个政治间，吼、哦，这大家足清楚，吼、哦，来遮受训的人，大家拢会了解这个问题。啊，这就是啥？无遵守啊，遵循会计制度，实在足侪单位拢做无到，哦，足侪单位拢做无到。啊，佫这那是私人公司啦。啊，私人公司啊，有的虽然因有会计制度，但是因的迄个现金这个管理啊，内部控制做了无好，吼、哦，内部控制做了无好，这就是。好、哦，伊安怎？
8300多万。这就是啥？这会计制度啊，迄个内部控制做了无好，才会发生的。哪有一个？你要开销，要用的代去，拢有一个制度要开销支出，啥物拢爱根据这个制度来做支出。那伊怎啊安尼拨钱去给啊？迄、那个秘书无这个代志。哦，那是惊董事长要用钱，会使啊？伊董事长去用用的提发票来啊，客咧啊，直接接出力开支票出去。那有咧讲负债现金的这个代志，所以这就会了解讲，私人的那同款，这拢无遵守啊，这个会计制度，吼、哦，足济吼有问题啊，拢是这个原因发生的啦。啊，咱过来吼、哦，这了解吼、哦，这拢伫网上列的吼、哦，所以讲，爱甲大家同心讲呢。起码是大家足透明的呢，大家若拍我的名，讲张文燕吼，啊去网站落去查吼，我会查到我呢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大家啊，爱做代志，大家拢爱足，爱有一个家己一把尺吼，啊，佮尤其是咱来参加民政府，一定爱做了足好，吼、哦，大家吼、哦、了解一下吼。啊，无这拢，你看陈姐安尼，伊敢一拢有这个记录伫咧，伊后摆，这那是这个案例，这那是大公司伊个会计制度啊，应该真好啊。啊，这拢是啥？予大家有一个感觉，吼、哦，你想要舞弊，要挪用，有当时啊，刚。拄啊一两摆可能未发生，你那是时间一个长，一定会发生的啦。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这是安怎？因为这拄啊伊迄个钱、迄个资金嘛，有这个异常才发现的呢。啊，那无这个异常的原因啊，根本这个查袂出来啦。哦，啊，这间那是足大公司啊。咱会了解，那伊奈无会计制度，啊，那是有问题。所以吼、哦，大家同心，大家都爱有这个见解，吼、哦。啊，我看这拢互恁来了解，吼、哦，互恁来了解，啊，这看了足缘投的啊，啊，都、就是会去做这个代志，吼、哦，这真是。因为时间话过得足紧，咱啊点外钟的时间啊，啊，甲大家报告吼，好、哦、了解讲这个会计制度啊，实在是足重要。无论机关吼，啊是这个公司，若有尊重啊遵到啊遵照这个会计制度来做，这个公司。要安怎行？要安怎做？予决策人员来做一个决定，啊，这就是会直接啊，会影响到。咱讲，公司足趁钱的，啊好，咱今年阁投资较济落去，阁较会趁钱。吼、哦，啊，我看今日简单甲遮，啊，拄啊时间啊，拄啊到啊，啊，感谢大家。多謝。今日，今日休困10分鐘。